在看什么？我在找啊，有没有可以破除诅咒的方法？我嫌我爸、我跟石妈妈都在这么钻牛角尖了，可是我所有的方法都好瞎哦。哎，是。我看哦，这事情也大概只能先这样子耗着了。不过连黄伯父都开始钻牛角尖，这点让我很讶异。哎，你今天干嘛冲我买的睡衣啊？没有啦，我之前的睡衣拿去洗啦，就刚好看到你买了这件就穿了。好穿吗？很舒服，而且很合身呢。嗯，还好我知道你的尺寸。我们这样好像真的夫妻哦。试婚不就是要朝结婚迈进的吗？也对了。哎，史瑞克，你要干嘛？我只是买睡衣给你哦，我没有跟你睡哦。可是我很想睡。哎呦，我说我爸现在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睡。我们之前也睡过啊。我哪里跟你有睡过啊？哎，你不要胡说哦。哎，我说的是睡觉的睡，你不要想歪好不好？我要去敷脸。敷脸在床上敷就好了，顺便连我一起敷一下嘛。不要，那个剪一半我就可以敷了啦。不要啦，那个脸这么小，可以在床上敷就好了。不要啦，好啦，如果你要我就出去，如果不要我就进来。你要不要？我要去敷脸啦。你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敷脸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我看你两个遐咧感情愈来愈好呢啊！其实我看遐像强尼甲可心感情嘛是袂歹啊。对啦，其实今麦嘛袂歹。妈，啊，既然吼，阮的感情来愈来愈好，啊，是不是代表讲吼，迄、那个旧产哦已经渐渐啊无好啊？这样我们十家后代是不是可以就可以有那个幸福的婚姻？啊，是不是嘛？代表讲吼，你应该把你的心来搞拍好开，啊，继续跟黄伯父在一起嘛。